篮下运球，翻身上篮，不论走位、接传球和射篮都很到位。除了左手短少前辈和手掌之外，哈斯金和一般球员没什么差别，甚至比许多高中生的球技更精湛。It means the world for me because, you know, my whole life I've worked for this opportunity, and for somebody to notice me finally, it's a great feeling. 天生肢体残障，做许多事都有困难了，但哈斯金靠实力挣得了高中篮球校队的最佳球员。佛罗里达大学也看中他努力不懈，提供奖学金鼓励他。大学校队鳄鱼队还让他成为校队的临时球员。十几年来努力不懈，让自己发光，不仅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还带动别人向上，就是这一点让他赢得大学奖学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要做微整形，要慎选医院，在